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主要是依据芥子园画谱的梅兰竹菊的内容来讲这些四君子花的画法。我们大家知道，在中国传统的写意画里啊，梅兰竹菊以及荷花等都被称为君子之画，像这个苏东坡，像米芾，像欧阳修，像文同，啊，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做官的文人，或者是有公职的文人吧，都来从事花卉画的学习和实践。这其中呢，特别是文同，就是文渔可，他画竹子十分有名。到后来啊，郑所南画兰花很有名啊，那元代的王冕啊，王元璋画这个梅花很有名。所谓的这些君子之花呀，寄托了这个传统的古代的文人们啊一种人生的一种信仰，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个人的一种文化的理念。当然他们也表达了一种艺术的美感啊。今天我们主要讲兰花。兰花其实也称为香草，有王者之香这个美誉，叫王者香啊。那么关于这个兰花的作品，历代的画家都有不同的表现。一般的来说，水墨画兰花主要是用点写法，当然还有一派是勾勒法。水墨点写法的呢，这个画法它主要是利用水墨的浓淡的干湿的变化来表现。勾勒画法有一种是着色的，有一种是不着色的。不着色的呢是属于这种白描的画法，着色的呢那就是属于渲染的画法啊，工笔重彩的画法，那风格也不一样。我们整个这个讲座主要是要讲写意的画法，那么关于兰花也指的主要是点写一派的画法。即使是表示勾勒的画法，也是用写意笔的勾勒，而不是工笔的那种画法。这个是我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的老师们当年前辈教我画这些花卉的时候曾经说，一是竹半是兰，意思是什么呢？画竹子要用一辈子的功夫，画兰花要有半辈子的功夫，叫一是竹半是兰。这就说明兰与竹它有难度。用纯粹的单一的墨色来表达竹子的这种婀娜，表达兰花的这种妩媚，表达他们的那种清气，表达他们的雅气清雅之气，这是一件好像容易但也不容易的事情。画一张画，我们有具体的画理，有具体的画法啊，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一张画的好坏要看你的画意。所以我是主张意与法并重，既要学法又要练意。我们画任何一个东西啊，都要先了解你的这个描绘对象。但是中国画有个特殊，就是我们不是为了只再现一个东西为目的，不是我们把兰花画出来这个兰花这张画就是好画了啊。我们是齐白石有一句名言，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太不似为欺世啊。这个话呢很耐人寻味啊，大家学习中国画的人都知道这句名言。其实大画家黄明宏还有一句相近的话，他说呀，绘画为绝似物象而绝不似物象者为好画，为真画。这句话呢也是颇耐我们寻味。兰花的品种啊非常的多，一般来说古人绘画里所画的兰花呀，主要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春兰，
剑兰，有时候会有蕙。大花头的兰花品种，在传统的文人里，一般这种写意画里，他倒不画，画的比较少。我现在先给大家画一笔啊。调墨呢，是有技术的，是有方法的啊。不同的老师，不同的画法，用不同的调墨法，形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古人有一句口诀叫画花难画叶，就是画花叶呀，比画花甚至还难，它甚至决定一幅作品的成败。墨分五色嘛，墨有六彩，但并不是把一张画画的老有浓淡变化，全都是浓淡变化就是好画，有的时候可能情形还正相反。所以这里边呢有一种很辩证的关系，画的单调了不美，但画的单纯了就美，画的丰富了就美，画的杂乱了就不美。所以多与少，繁与简，单纯与丰富，它都是相反相成的，是辩证的啊，这个大家要把握。画兰花一般来说先画叶，假若我们现在画一个比较重墨的叶子，万物要慎始，做任何事情要慎于开始。我们这么一平方尺的一个方形的构图里，我们怎么样画好这一幅画，构思立意很重要。对于苏东坡来说，苏东坡画的这个枯木朱石，那也是他人生的一种啊豪放，人生的一种放旷，也有人生的一种无奈。郑思肖、郑索南画兰花不画根，不画根是什么呢？他认为国土已经沦丧了，所以他才画陆根的兰花。作诗言此诗啊，作诗必此诗，定制非诗人。说就这一个兰花画得好赖，当然它也有一个形式美感的问题，但是只停留在这个表面，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中国的文化重视内涵，重视内在的品质。在古人一般不是侧页，一般很少画正方形的构图。那么一个画面要有中心，画家潘天寿曾经讲，画一幅画要有主线啊，看我们现在画这么一笔，这是它的主线，那么要有辅线，这是一个辅线，最后要有破线啊，要有这三条线构成一个画面，才成一个空间，才能够表达一个形象。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我们只看这三笔，这一笔主线是这么个走势，这个辅线要顺着这个主线的方式来走，它是辅助它的啊，增加它的气势和气脉啊。那么这一条破线呢，是对这两者的一个破坏，一个打破。假若他们是均衡的，那么他们很单调，那么它丰富了一些啊。所以这个在绘画的这个形式感上呢，至少要有这么三个元素，这三个元素呢要根据你的物象来做。比如就这幅兰花来说，我们是通过兰叶来表达的啊。那么情形可以不可以例外呢？也可以。我们画这一笔兰叶，这第二笔兰叶，那么这第三笔我不画，我直接画花茎来表达它，可以不可以？其实也可以，当然这是用最简的办法啊来画了。这已经是剪到不能再剪了啊。那么就是这一笔成为主笔了，那么这一笔花茎成为辅笔了，那这一笔兰叶成为破笔。中国画呢，在尤其在写意绘画里，上简不上繁。看过这个芥子园画谱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口诀，一笔长啊，二笔短，三笔破凤眼，
那么他是说这个地方形成这个空白，要像那个凤凰的眼睛。如果把这个画成这么样一个大等边三角形，你看它好看吗？它不好看。那么如果画成一个小的三角形的一个正交叉，它好看吗？也不好看。凤眼有个特点，就是它要修长。所以中国画呢，它不是光看有笔墨的地方，还要看留白的没有笔墨的地方。所以清朝呢，达崇光有一句话叫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这是中国画区别于西洋绘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方法。古人他对于这个蓝的观察，他有很多，比如说风中的蓝、雨中的蓝、霜雪中的蓝，它都不一样，它的情态都会不一样，这与人的心境有关。古人认为画兰花呢，还要有一种不同的心态，就是状态和情绪。古人说怒气写竹，喜气画兰，必须怒才能画出竹子的那种清刚蓬勃倔强摇曳的姿态，而这个喜气呢，它才能画出兰的那种舒展飘逸啊，那种轻盈曼妙的感觉。当然天下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啊，比如齐白石他画兰花，那么他那个兰花就画得比较饱满很凝重。比如吴昌硕画兰，那么他的笔法就很苍劲，因为他基本的笔调是苍劲的。就这个时候再现画像一个什么东西不是我的最后目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把刻画再现作为第一目的，他追求的是要在再现的同时表现，以玄学为目的的表现性和以刻画为宗旨的再现性，这两个之间呢是不太一致。到元代的绘画，所以表现性就开始增强，宋代的绘画再现性比较强。这个蓝呢，画的有瘦叶的蓝，有肥叶的蓝。瘦叶的蓝要表达它的飘逸和这种清健，宽叶的蓝它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个叶呢相对比较粗犷。这一幅画画的好与不好，要看到它们最后这些叶与叶之间相分割而形成的那个空白。这个空白像人的眼目，这个眼白留白的大小、形状、多少、疏密、聚散，都与美丑有关。画写意画的时候，它不容我们忧郁，下笔以后必须胸有成竹，不能停顿，这样它就有时候有失笔，有时候有意外，有时候的意外是好的，有的时候意外是不好的，它就决定了这个作品的优劣。我们看这个作品，那么这两个白大小有点相等，这也是不理想的。这个白的大和这个白的小，它就看起来比较舒服啊。那么这个小和这个大一点，这个又再小一点，比这个小一点，比这个大一点，哎，这三个的关系是可以的啊，这几个关系也是可以的，这个方一点，这个长一点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十字这本身就不太理想，所以这件作品这个地方是一个败笔。所以一幅作品的成败啊，它需要这些元素，但是我们又不能像画设计图纸那样把它拿尺量好了再来画，不行，它是有相当的偶然性，它有一些意外，它有一些你不可控的因素。我们先画一笔，哎呀，这样的蓝哦，我们再来看这一笔，把这个画面几乎分割了。那么这个势呢，画任何东西都要有势，我们现在这个势是由这边走然后往这边来，是这一个笔势，
这个鄙视也是气势啊。我们看画成这样的一幅兰花，那么你看这个地方的白，这两个大小不一样，这两个的空白大小不一样，虽然是对角一分弯，这很难构图。然后这还有小的白，这个不要小看，这个白要也要保留的啊。那么我们再这儿再看叶的缝隙之间形成的这三个白，将决定这个地方好看不好看。我们看这幅画，现在我们再让它增加这个叶子啊，那么这又分割，不断的增加这种内容，就使得这个画面丰富了。传统的这个画法呢，兰花叶子这个根部这儿，它要画成这个叫鲫鱼头，这个地方要画成像鲫鱼头一样的形状。然后呢，它还要不相交，如果这个地方这几笔全部交织在一起，你看这个兰叶子全都这样的话，你看这就像画成那个钉耙，这个是不美的，它必须有聚有散，有连有断。在这个兰花的叶子里有一种说法叫螳螂肚，这个地方要画成像那个螳螂肚子一样的形状。其实在现实中的那个兰叶呢，它也是这样，它肯定那叶子有艳阳的变化，有一些卷曲，有地方不卷曲，卷曲的多和少，它会形成这个侧影。这个兰叶在一个画面上来画，它可以多种角度，怎么样在争让呼应虚实的关系中把这个画面统摄住，这是一个难度。一般的来说，大多是在这样的角度起笔，或者这个角往上让一点起笔，或者从这个角度起笔，在这一面的三分之一处，这个是比较理想的。我们看这一笔兰叶呀，不要过于追求它的浓淡变化，但是必须要有啊，它有一点浓淡变化，但是又不能完全追逐这个变化，变化太多了它就没变化。这一幅画的成败，除了这个笔，除了这个墨，还有最重要的一条，这个纸。我们用什么样的纸来做画，也会决定你画出来的画的味道的不同。兰花呢，一般来说啊，像这个草兰，它的叶长短不一，这样的长短兼有的这个叶子呢，画出来呢可以富于变化，它可以很丰富。一般来说这样的兰入画，如果全是长的叶子，比如像蕙兰，就比较难处理啊。这个疏密的变化，你看一般来说呢，大家还要注意不要有三笔相交在一起。另外呢，在这个芥子园的画谱里啊，它有一个说法，这是一笔啊，然后这再来一笔往这边，这叫右折叶啊，这是右折，这是第三笔破眼。还有这个左折往左撇的，我们看这是一笔啊，再来一笔，再来一笔啊，这是左折。那么这个叶子呢，行笔的时候啊，既要有一定的弯度，它要有一定的挺进的感觉啊，挺拔的感觉。我们看这是往下垂的，我们看啊，还有的时候在里边还要有断叶，这个断叶呢收笔要果断啊，就是画到这儿以后它要果断。所以画兰花画其他的东西也一样，就是这个一气呵成啊很重要。但是这里边呢也有一些东西要注意啊，就是
在中国画里有时候可以笔断一连，我们在这画啊，虽然这个笔在这断了，但是它的意气要灌过去啊。这个断呢正好是要给我们这一笔让开，那么这一笔在前面，这个叶子在前面，后边那个叶子在后边啊，笔断一连，它似断不断啊，这是断笔啊，这是折页啊。那么看笔断一连，好像在阳光这个侧光一看，哦，这个叶子到这突然非常薄过去了。这个用笔有顺笔有逆笔，一味的走顺笔，这个画看起来就很简单，一味的用逆笔，那看起来很不痛快。其实这也很像我们的人生啊，啊，有顺有逆，啊，有前进有后退，有徘徊。其实画中国画，画到深处，它与人生，与你的心性都是分不开的。画上任何一笔，它都会等于通过这有限的这几笔，把无限的世界都含蕴。我们刚才说，比如说就画三笔啊，要让这个笔啊要在纸上要吃住啊，就画这三笔，实际这一个空间，这一个平面的空间已经被这三笔占据了。用少少许，胜人多多许，注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只。所以以少胜多，以简御繁。中国画还讲以静制动，以虚为实，以这个虚白的地方，留白的地方变成画，让你感觉它有画意。所以中国画呢，特别是传统这种君子似君子一类的画，很少画得满，得意而止，你已经感觉到有味道了，好了，那就够了。传统的这个芥子园画谱呢，他认为从右往左画，这叫右发枝，从左往右画，它叫左发枝。其实这些东西呢，有法而无定则，右发枝比左发枝难。由于我们的这个手啊，这个生理的原因，我们由右往左呀，它不顺手。我们所说的顺手，那就是从左往右画，所以一般的画我们见到的大多都是顺手这个方面的多啊。比如他说右发五叶，那么你看这五叶必须长短不一，这第一笔啊中长偏长，第二笔比它短一些，第三笔最长。这一笔次短，再来一笔最短，这五个呀必须长短不一。实际上呢，古人的画谱里他画这个他也是有生活的。我们尝试着画这个，这一笔啊，画这个兰花，然后画这个，再来这个，再来这一笔，再来这一笔，啊，这儿有最长的一笔，啊，这儿还有一个短笔。这一组兰花叶子的大体形状啊，我们不是完全照着它来画，这也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先画兰花，画它的主体，然后再添花头。这个本身呢，也有很多学问，在哪里长花？比如我们在这里含苞待放的两个花头，我们在这里画一个上仰的刚刚开放的花头，我们在这里画一个下垂的啊下俯的花头。这三个看，平行的、下垂的、上仰的，这个花就在这个花叶之间穿插，就使得这一部分呢让它丰富了。画兰花还要有点蕊，这个点蕊很重要，
既然这些墨用的偏淡，这个点蕊一般要精神，它必须要用浓墨，而且还不能完全干了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对一切都是表达它的生意，表达它的活勃勃的状态，而不是表达它的衰退和衰绝啊。中国画很少这样，西方在静物里画来打来的火鸡，画已经枯死这个干瘪的鱼，将至的鱼，采摘来的水果啊，这个跟我们不同。我们中国古人是画鲜活的画，画万物的生意，就是生生不息啊，所以在美学上是这样的。这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谢谢，再见。